人工智能、再生医学、精准大数据，创新科技拥有无限潜能。要引用这个巨大宝库，香港作为环球科研中心，自然是最合适的发展基地。由香港电台和创新科技署联合制作，汇聚不同领域的科研人员，将撼动世界的构想真实呈现。创科新里程二。